讲解时间，这次又是帮音乐游戏《拉鲁塔》画的图。那这次主题就是土拨鼠。然后我画的音乐名称是 Smalls Monster， 一样是首纯音乐没有歌词的音乐啊。那音乐连结我放底下，可以自己去听。那在又是只有取名的状态下，我原本是想说 Smalls Monster 萨摩亚的怪物，是不是真的有这种怪物，还是有暗示什么动物，或是萨摩亚这个国家的神话怪物吗？但是错取的好像是日本人呢，查了查也是没什么结果啦，只有看到这首音乐在网络上面的封面是放一张蓝底加小孩大头加吉他的照片的那个图片，然后啊，我陷入了纠结，到底是要画什么东西？然后继续逛逛的 YouTube， 突然间一个熟悉的影片、熟悉的声音，震撼了我的心灵。反正我也想不到啊，那就画个土拨鼠大叫吧，加给他一把吉他，但只有这样好像有点没什么气势啊。那再加给他配上一头超级赛亚人的金发，一副狂野的土拨鼠就完成了。